爽啦、啊！够、哦、哇，直接爽啦、啊、呢！哇，哇，太爽了！现在都这么嚣张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演了哎、欸，有啦，有在演了。是什么？零？为什么都没有甘蔗啦、啊？甘蔗这么少？你可以跟别人，甘蔗我家很多、哦，别人家拿的吧？我没有跳出来、啊，甘蔗我差一点点。啊，有了，好远哦。欸、我发现那个传送碑在一般的野生的村庄会有，有、哦、有，你可以把它挖回家，挖不回家、啊，挖不回家吗？一挖就爆掉了。你、嗯、用什么挖？感谢兔兔，我用稿子啊。哦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好强哦！你好强哦！这样，谢谢你恋爱了吗？没有，他从异次元跑出来的。拜拜啦！哇，有人在家里盖地狱门，然后被制裁了。不是，他从一个黑色的圈夜市出来的，跑出了两个穿满装的骑士。哇哦，帅哦！哦，可以被制裁了吗？我快被制裁了，快被制裁了。可是我跑出来了，没事。好可怕哦！吓死我了！我想成为魔法少女吗？不是啊，我很喜欢收这个魔法的那个。你说植物吗？小雨是从魔法下手、啊，所以你要玩 Botania 吗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收，我已经上次玩大概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。oh. 我现在跟个智障一样，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了。你可以这个时候赶快问观众怎么玩，怎么玩，怎么玩。对啊，嗯、就开始教学。你现在是可以指挥我的时候，快点告诉我吧。快不能指挥喽！老师可以指挥我的时候，就只有现在而已哦。机会难得，机会难得哦，机会难得哦。哎，机会难得。以后随便指挥的话会被ban掉哦。以后就开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刚才讲到夜市，大家都要去夜市买东西了吗？狗狗，吃起来。所以，假如你部件拆掉的话，那个他的经验也不会更改吧？不会啊，那是你同样的东西啊。哦，永久继承，这么秋，就是你的了、啊。还听说他岩浆烧不掉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听说啦，你可以试试看啦。你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说工具丢岩浆？对啊。好，是啊。然后掉下去，烧掉啦！我觉得一定是烧掉啊。不会啦，啊，蜜蜂掉啦！丢岩浆是一定烧掉吧？试看看嘛。我拿个烂的东西丢就知道啦。嗯，哦，哦，先把耐久用完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好像在吸经验呢，可是不是吸我身上经验？那、啊、他吸什么经验？我不知道。吸哪里？就刚刚在挖有经验的矿，挖完之后再砍木头，就看到他慢慢在加了。嗯。那你的经验有变少吗？没有。嗯，他是不是就是 IE 系统？有没有？经验已经吸了，只是慢慢加而已，你看不出来。还是说你的经验值 IE 了？你已经被吸走，但是还没解掉。对。哎、欸，有村庄哎、欸，我这里也有村庄，好吧。玩的是什么？我现在是玩，先玩 Tinker 啊。哦，我后面是要玩那个，星辰魔法。啊！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哦村庄，磊哥哦，磊哥哦，这村庄好帅哦，我要记一下。嗯，很小很小，这是什么？你捡到一朵神秘花，记个点。什么蝴蝶吗？不是哎、欸，记点。我要找蓝色的花花。蓝色花花，
像我的法杖是蓝色的。对，小雨就这从植物魔法开始哦。没有啦，其实还是要先弄一点那个，那叫什么 Tinkers 应该要先弄，不然很麻烦，材料什么都不够。花花，怎么会跑出这个？跑出什么？你又怎么了？杜鱼，杜鱼，我要被杜鱼咬死了。啊，杜鱼好凶！是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这村庄好丰富哦，什么都有哎，好棒！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哎，怎么都有？哦，是什么？怎么都卖，都不奇怪，怎么都不奇怪。哦，对，要活木。生气。你尝试破坏掉了吗？哎，尝试不坚固了。被我拆坏。你拆了什么？我拆了村庄的东西。然后他说你村庄的东西多半是不坚固的，他直接就爆掉了。拆不回来。对。哇。多半是他不够坚固，无法完整的破坏。所以他就整个爆掉了。我在怀疑是不是村庄的东西是拔不走之类的。什么？村庄东西拔不走。我这是什么东西？就不能带回家用。哈？哎、欸，观众帮我翻译一下，我这是什么阿狗鬼？好，下线拜拜。这果子怎么这么多？这果子怎么这么多？野外的果子别乱吃。好毒啊！我快被毒死啦！吃啊！妖灵果，妖灵，妖灵果实这么帅啊！妖灵果实，我看那个是什么果实，我就一吃看看。你是神农哦！你已经剧透出来，你下一个要玩什么了、欸？哎，天哪、啊！神农尝百果，这个东西有毒。这个东西有毒啊！看一下，哎，不是这里，没有。以前玩林业都会把那个村民带回家当木头 seven， 好，木头 seven， 村民会卖木头、哦，丢掉，丢掉，这样会有吗？还是要烧过？正极挖矿用什么的头会比较好啊？挖得动的头，哦，挖矿，我是用那个耐酸铝、哦、啊，我想用耐酸铝，耐酸铝的好用的地方就是你的挖矿哦，哦，没有，刚不是说我刚是出现什么东西，就我的武器升级了啦，感谢、啊，你感觉更舒适的使用，对，微波炉，你感觉更自在了，对。马玉林贪心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有人知道吗？做 Tinker 的书就知道了。你可以看 Tinker 的书啊。你为什么都不看说明书？我想说那本书要换其他的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东西可以拿泥土来合成。我不知道哎、欸啊。啊，不行哦，这不是尝试吗？这不是尝试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喝啊！呛他，你们也是用心良苦哎、欸！你拿一个泥土起来，把它放到合成栏上面，哦，你就会发现了，这是尝试啊！好，对啊，麦克本来就有这个设定啊！哦，原来如此，大家知道了吗？大家现在都知道了。对啊，就像蜘蛛网，蜘蛛网可以分解成线啊，羊毛可以分解成线啊，四个羊毛可以合成羊毛啊。回共享，四个蜘蛛丝可以合成羊毛，嘴瓢啦！为什么觉得有点亏啊？贪心，在战斗中你将能
造成越高的伤害，但同时也消耗越多的耐久。什么、啊？越打越痛吗？什么？是哦，反正它就是贪心的效果，就是你可以打很高伤，但同时你也耗更多的耐久度。你的武器更容易坏。哦哦，真的很贪心哎！你为什么这么贪心？哎呀，好爽、哦！掉石头，怎么那么爱爽、啊？我慢慢来。小白花不是这个小白花吗？你们说这个是用幸运蛙赛斯特石英矿？赛特是石英矿哦，赛特是石英矿，用幸运蛙嘛、嗯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留着。因为它是算稀有的。那我要先做花药台，我突然想起。我来说，好像有点记起来这个游戏要干嘛了。哇，你开始回味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想起来了。开始恢复记忆喽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呦，我要当这个世界唯一的菜逼吧！微弱的记忆，不行，我要敲昏你！活化水晶碎片，敲昏！我要把你敲昏，让你觉得你又再来这边一次，然后再把自己埋在同一个矿坑，有没有？基金一挖开，发现这边有二一乘二的高度，就适合你。特色是什么？特色就是。我都不知道要干嘛，都不知道要干嘛。没有啊，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东西太多了，真的进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玩什么，一瞬间会不知道。选择太多的时候就讲、欸，就跟你去餐厅吃饭，太多想吃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点什么。嗯，然后我就全部都点了，结果就变这样，先那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就变得有点壮硕了。这有高手。等我一下。就有时候想要吃。白酱的又想吃什么红酱的，就都不如就两个一起点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都偷偷来一份。我有时候也会，就是买午餐，然后觉得这个也好想吃，那个也好想吃呢，想那就点两份喝。我怎么都不会胖。会啊。他有啦。他哪里有胖？我后来就变胖了，想怎样？报应来了啦！他自己是用什么、啊？再讲一次。啊，耐酸女用耐酸女，耐酸女，黑曜石加铁加铝，嗯，它材料也不算难。等一下再弄个花花啦，等一下我开个车啊，开什么车？开车？开车？这个时间开车？不是啊，那个我的安全标还没开车啊。安全标？我的天下标啊！天刀。那你现在在玩天刀？我先开着天刀来，等下开车我又不用顾，我只是要等开车的时候要点哎、欸。电脑撑得住、啊？可以啊。好猛、喔！这模组很吃很多机体。对啊。不是啊，我后来有升级电脑。哇哇哇！现在吗？32320。哇哇！我也想去升级了。升级啊？怎么有小技能呢、啊？不是啊，你如果只是升到32G是还好，现在的机体没那么贵了，有降一点。硬碟最便宜，硬碟现在真的可以入手了。对，杰克都可以买给你了。可买可买，我知道啦。我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用。哎、欸，跟你们啊，小雨都知道了，你们教没有用了，来不及了。我已经想起来，我看到那本书之后我就想起来了。他已经想起来了。他已经恢复记忆了，你们不能再教了。都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差不多想起来了。刚刚不能教了哦，他已经记忆力恢复20%了哦。哦，我一直被揍。100%世界末日哦，要世界末日哦。耐酸，现在这怎么？我被山给挡住，回不了家。就把山移掉就好了嘛。愚公，好主意。哇，你不只是神农呢。好主意，我要挖一个洞过去啊。这个石头好黑，是什么石头？看一下，黑暗原石哦。哎，模组生存还有人在玩神怪砖的吗？啊？模组还有人在用神怪砖的吗？神怪砖什么意思？你说刷怪吗？刷怪塔、啊？刷怪塔是？还是有吧？你可以直接用模组来做神怪的系统啊。哦。嗯。那我现在办得到吗？办不到，听可办不到。
你要利用其他母猪。是的。我想要升级我头脑的记忆体。欸，我也想，最近好容易忘东西哦。我也是。我一直都很容易忘东西。真的觉得年纪大了很恐怖欸。什么东西？年纪啊，这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所以能聊这个的，好像就只有我跟愉悦能聊，好不好？我都没讲话，我很乖。我也没讲话，我没有发言。我没有发言权。我会扁。可是愉悦不想跟我参与这个话题。我不想参与这个话题。愉悦点的